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主持人，认真点。今天欢迎大家来到健健康第一届颈椎大师挑战赛。我们今天要来实测到底谁是真正的颈椎大师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谁的那个脖子力量最强。那么欢迎一号参赛选手可和。我是台湾大学的 B Boy， 现在是工程师，我叫天宇。B boy 也不会练脖子力量，对。那你对你今天这个挑战有信心？绝对是冠军，绝对是冠军。哎呦，我们肥老板放在哪里？不要，你放话他没冠军，等下要被摔哦。I'm watching you, Wazowski。二号参赛选手 Zeta。嗯。Hello， 我是 Zeta， 之前 WWE 选手，现在是打职业摔跤。不客气，很简单。我不知道练什么。你平常要怎么练脖子？摔跤的练脖子吗？会练，可是说练特别多不一定，看地方。是练抗摔吗？也有练抗摔的，像脖子训练。可是职业摔跤也会用别的种脖子训练。就是用仪器练，对，有徒手练，可以秀的。听不懂。好，谢谢。让我听了。就是说可以示范吗？示范脖子怎么练？试看他脖子怎么练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第三位选手，台湾现役的摔跤冠军 Sky。嗯。我就自我介绍是。嘿，我是 Sky， 现 NTW 的冠军，对，摔跤赛的冠军。Sky 的摔跤冠军，新手来的话，我们应该扶着地板。做一个前后的动作，正在做。那老手的话，可能就是放后面，然后尽量会让他的就是可以碰到地，都碰到地。那一撑的话，可能撑个几分钟吧，然后是类似这样的动作，一两个。我跟你讲 ，Zeta 是我好朋友，但今天这一次比赛，我会屌打他。哎，算什么？屌打，屌打，屌打！肥老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练健康肥老板，我有一个保证可以赢大家，就是我的血压，厉害吧？好，大家等着看。连到脖子的肌群就是有斜方肌，然后这个胸锁乳突肌，跟一些什么斜角肌、五维脖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实测，这样谁的斜方肌最大块？还有我们可以用脖子扛起多重的重物？这边准备了这个6公斤、12公斤、20公斤还有28公斤的浮铃，那我们等下就直接把它挂在参赛者的脖子上，看是他们可不可以撑过3秒钟。来吧，了解，好。OK， 多做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好吧，开始，好。1、2、3。好，通过。1、2、3，有通过。可以开始吗 ？OK， 开始，动。1、2、3，通过。好，因为刚刚那个太简单了，我们直接 double， 因为十二公斤。第一位挑战者是 Zeta， 12公斤。他已经举折了，他已经举很久了。太简单了。好，直接通过，直接通过。上一位是十二公斤。盖，你吃饭的地方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1、2、3，好 ，OK， 通过，好，挑战成功。摔跤手都不知道规则来。十二公斤，第一次试举，好，开始，1、2、3，放下，来，
很轻松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老板老板，这位那个，哎，老板，十二公斤，第一件事情，来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很简单，我们去，感觉怎么样？没感觉。来，通哥，你讲一下现在机制是什么？刚刚很轻松，好像大家弄起来都太轻松了，太轻松了。对，不然我们大家就会直接喊，嗯，直接报自己要举的数，看大家要不要跟就对了。看大家要不要跟，你要不要先喊？不要。七十五公斤，七十五，接受挑战吗？八十，哎，八十，八十，哎，不是只有喊而已哦，要做哦，要做哦，不是喊而已。哎呦哎呦！那怎么输到这个？我说我们这够重吗？太重太重。雷达，你现在挑战多少？六十公斤。好，好，雷达六十。六十公斤，好。直接上六十。以后大家都要八十公斤，可以。哦呦。那起不来，起不来，起不来，要学废了，真的假的？特别重，感觉快六十了。刚不是先喊八十，谁打？刚刚谁打？先喊八十。开始。今天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对啊，对啊。好，谁打六十公斤？挑战。哎。三，哎呦！我有什么话想说？冠军，谢谢。你看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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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老板。好了，那你拍举之前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举之前，我希望我不要中风。六十公斤，不要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哎呦！哎呦！真的超强！对嘛，摔什么脚，开什么健身房？人家跳个舞就把你们全部打趴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宣布这个第一届顶尖大师挑战赛冠军，就是我们的 B Boy。哦，有奖杯哦！这殊荣哎！有奖杯，来合照一张，合照一张，合照一张。来，合照。好 ，OK OK。哎，刘畅哥，你有什么结语要说吗？颈椎大师挑战。没有结语。好酷啊！搞不知道。好，拜金。拜拜拜拜。这个测试脖子的力量方法是有国际标准的做法，没有？是，那你们是怎么想出这个做法？就是临时想到的。对。听说你是台湾摔跤最强，我被打爆了，我被打爆，我让血了，我没重练，对不起，还在那边教人家怎么练脖子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的是
是 breaking 哎、欸，真的在 breaking 哎、欸，怎么办？